想到要画什么了没有啊？自画像。你拿圆规干嘛？画我的脸。画他什么？你在画什么？怎么会黑漆漆的一片呢？我的老师廖小河。今天呢，老师就不出题目了，自由发挥好不好？老师，人生最怕的就是没有目标啊。怎么样？想到要画什么了没有啊？自画像。自画像？那你拿圆规干嘛？画我的脸。画。哦。嗯，对了，这也算是一个快速又有效的好方法。加油。画他什么？你在画什么？我在画我的家。那怎么会黑漆漆的一片呢？因为我们家停电了啊。赵贝尔，所有的同学都在作画，你在发什么呆啊？我画好了。那你可以告诉老师你画的是什么吗？这是牛在吃草啊。牛吃草？对啊。草呢？被牛吃掉了。那牛呢？吃完草就走了。哇，真的耶，画得真好。哎呦，你还画小鸟啊？哦，哪里？叼着你的分数飞走啦。你们两个到教室外面罚站。